容祖儿呢日担任大使出席慈善赛跑活动，提到古天乐杀入叱咤我最喜爱男歌手五强，祖儿都全力支持啊！一定一定要啦！我哋集气，我哋一班嘅香港嘅市民，大家一齐希望古天乐踏上叱咤嘅舞台，系啊，期待期待出席晒所有颁奖典礼。祖儿呢日一早就嚟到跑马地同大家一起做热身，佢话已经连续嚟咗七年啦，而家嚟到呢个活动就好似提醒自己年尾到咗咁。唔早啦，今日比起平时嚟讲晏咗噶啦，系啊系啊，平时再早啲。系啊，平时咧我哋六点就起身噶啦，系啊，因为我哋咧一日唔够用噶，一定要争取时间，所以咧都系长期唔够瞓噶，放松下。都希望可以有幾日唔使做嘢啦，係咪啊？應該啦，都塵埃落定啦。做我諗，其實就係你付出咗嘅努力，大概嘅成績都係咁多。你再即係喺呢個2018年嘅十二月咧，應該俾自己一個空間去唞下氣、瞓下，咁然之後2019再努力咯。